第五波疫情下，新盤市況淡靜。如果想換樓，除了可以考慮市區現樓之外，遠離繁囂、環境優美的一手新盤市場亦都有選擇。由信智發展位於西貢的133 Portofino 早前已經入伙，項目採用低密度設計，提供26伙分層戶和7棟獨立洋房，現在還剩下部分洋房和分層戶待售。今次介绍的7号洋房实用面积3491尺，另设前后花园和天台，屋内亦都有 lift。 从地面大堂行入屋需要经过前庭，玄关隔离就是多用厨房和厨房，厨房配套家电齐备，多用厨房就预设洗衣机和干衣机。再向前行可以去到饭厅和客厅，设计师在客厅加入一些花草的元素，和后花园互相呼应。洋房二楼划了一个偏厅的位置，这里有大约300尺的空间。设计师除了放了 L 型 sofa、茶几等的家具，方便家人联谊之外，也都在另一边利用这个活动的屏风划了一间书房，有需要的时候也都可以闩埋门，这样就可以自成一角了。洋房采用四户房的设计，其中两间睡房在二楼，同样都可以望到会所泳池景。两间套房都在三楼，主人房开式市正，外接66尺的露台，可以望到西贡开洋海景。套厕空间充足，分别设有浴缸、淋浴间。设计师将另一间套房改造成为衣帽间，靠墙设置多个大型衣柜和鞋柜，方便户主存放衣物首饰。天台就有超过900尺的空间，同样都拥有开洋的海景，可以作为户主享受日光浴或者放松心情的好去处。这里亦都预设洗手盆，户主可以请朋友到屋企 BBQ 或者开 party。项目位于西贡对面海，偏离西贡市中心，胜在环境清幽，但是区内就没什么餐厅、超市等的民生配套，住户以私家车出入应该是最方便的选择。项目的车位数量充足，每栋洋房都附设两个车位，住户亦都可以由停车场直接行入屋。除此之外，亦都另设30个住客车位。如果以26伙分层户来计，车位同住户的比例高过1:1。